好多朋友老是想看这个海五星里边内部构造是啥样的啊，今天给解剖一下啊，这样的海五星不能吃，回家做个标本挺不错的啊。好多朋友看到这么漂亮海五星反手就一个双击，还有的朋友打球的也不给啊。抓海鲜呀啊，要讲求方式方法啊，今天教大家最古老的抓八爪鱼方法啊。老赶海人掌握了八爪鱼千性爱钻洞啊，绳子上装了一串大海螺啊，放在经常八爪鱼出没的地方。如果你手机有件，麻烦留下个红心，让我看到你来过啊。来了兄弟们，今天我在来岛上特别幸运发现一个足足有三斤左右的这个梭子蟹，并且怀有身孕了，咱们把它放生了。觉得我做的老铁双击扣个一，进来老铁，如果你手机真的还有电的话，请留下双击加关注。